你最近虎台上了，看沙滩上这种红的绿的，我这就是红的，全是虎台。走。哎呀，这两天是大傻帽。大傻帽，一个大海蜇。我觉得，哎呀，你那工具给我拿给。你拿我的网。来，你拿铲子给我。来，铲子，把你的铲子应该给我。给。想办法给它挪上去。来，放。慢点。哎、我觉得应该用水稍微把它洗一下。嗯。刚好这边上就是水，洗一下。二哥也是看了大叔的做法。对呀、啊，大叔抓抓就那么弄的。先洗干净。哎呀，和果冻一样。这太阳不能一直晒。容易化，这个容易化。咋样？这大伞帽。好看不？必须可以。我今天就找他了。放桶里。哇，看，冲出来这。啥呀？泥螺。今天管不了泥螺了，赶紧弄海蜇。走。下，来吧。哦，完美。咱们下次来应该戴上手套。啊、对。给我把这个螺弄出来。免得它蜇人。整你。好了。再找，今天光找他，回家凉拌吃。来，人，哎，赶紧过，人在这儿，人家这桶在后边呢。哎，这个怎么是这个颜色？你看你刚这个，那个是个白色，白的，这红的这个。你看，瞬间有虫就过来了，这个还是别用手了，还是继续刚咱们那样用凉拌。来，给我个铲，干啥呀？有啥？我看。这触角是吧？哎，对，粗啊！来，给我吧。弄到，你别尽量别弄断了啊！来，我给你拿这个。等一下，一二三，走你！放。哎呀，妈呀，这个可大了！这应该跟刚那个不是一个品种。估计是，来。虽然都叫海蜇。我得洗一下，还是。用手，尽量别用手。你别碰它，去，那玩意儿有时候蜇人。水太强了，这个回家应该用那个白矾，跟那个盐。腌制一下。对，腌一下。但是还有一个更简单的方法，今天下午就可以吃掉。啊。看，回家拿它切成须，然后在水龙头底下一直冲。冲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之内，用淡水一直冲，嗯，冲完以后切成丝，然后把那个开水烫一下，再烫一下，口感更好。开水不用煮，开水直接烫一下，然后沥出，然后用凉水再给它冲一下，最后再配上醋，老醋折头，对，醋、香油、香菜，一把香菜 ，OK， 几颗小大蒜，一把小葱。然后就完美了。来，给咱先弄点。哎呀，这个太重了，估计这个大。这个有多？来，有几种？我慢点倒，才保证它完整度。来吧，哎呀，哎呦，我发现这个东西给它出来了，很神奇。这个，我在考虑用不用手。算了，别用手。你拿铲子，这你没发现这个海蜇好像跟咱平时抓的都不一样，平抓那个透明的，底下那个白的，这偏白的，这个颜色特别重，我觉得这个应该好吃，这个应该活得比较老，有嚼劲儿，年龄比较大，这个成年的，走，往里走。